大家好，这是一款高透明的、法宝无毒的安全护脚，也叫安全防撞脚。现在我把它那个双面胶撕掉，三面胶，这都是强力进口强力胶。把茶几上面擦干净，有那个灰尘擦一下，把它粘上去，哇，非常漂亮，高透明的。它的尺寸是，直径是3厘米乘3厘米，高度是2.5厘米。